迎在我的蒙古包。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内蒙的这个大草原上又开锁了另外一个新的城市哈。呼和浩特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在青城呢，大草原上面高歌一曲哈，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希望我今天在这个大草原上面这个迎风唱歌，可以得到这个草原上面唱歌民族的认同，好吧？谢谢。风把大家都吹来，吹到我们体育场来，好好的相聚哈。当然，今天哈不只有我在台上唱歌，我也希望听到你们在台下热情的欢呼之外，也大声的一起唱，好吗？情歌呢，应该是大家认识我的一个起点。那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说，可以让你在我的歌里面。又哭又笑，然后哭着唱，笑着也唱。不知道你今天哭了吗？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在歌坛这么久，也觉得很骄傲的就是，也影响了很多很多很棒的歌坛的后辈。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互相陪伴，一起努力，然后呢，感动彼此，然后手牵着手。就像我们的这个未来是一样，一起走向音乐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一个歌手最开心，也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情。